父王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父王，太子，父王过去。父王，你怎么能容得王禅胡来？他是要颠覆我们宗室的社稷啊！父王。 我八岁时您就送我去列国游学，十多年来我无论多想念您，无论吃了多少苦，我都没有回过魏国。我是为了什么？我就是为了您说的那四个字：宗室社稷。这些年来，我不断的学习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学成归来。 为我魏国的宗室社稷效力，可是今天我都看到了什么呀？那王禅是以牺牲我们宗室的利益来博得百姓的拥戴呀！这不是为了强大我魏国，这是为了他的图谋，在收买人心。父王，王禅给您灌了什么迷药？ 您知道他的真实目的吗，父王？ 您听到现场百姓是如何夸赞王禅的吗？您身边的人因为惧怕您不敢说真话，可我是您的儿子，我不怕。我要为您，为魏国的王着想啊，父王，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出来见见真儿啊？ 你住嘴！黄口小儿懂什么宗室社稷？送太子回房。诺，父王，你听孩儿把话说完。父王，您听孩儿把话说完啊！父王，父王，您就听儿臣的吧。父王，把我放下来，放下！ 儿臣纵然生死也不怕，儿臣要迎接那个英明的父王回来。让太子闭门思过。父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诺。